竟呢，跟小杰白嫖了点钻石，不多，也就几万而已。然后小杰前几天已经抽了这个 T 车了哈，而我的话想着玄学一波，就把钻石留到了中秋节，看看天美能不能看在大过节的份上，让我欧上那么一欧啊。那我是从昨天抽了梦工厂后剩下的51000钻石开始抽的哈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抽到最后能不能欧运爆发吧。然后今天是中秋节，这里呢，无论你是黑粉、米粉还是老牛的真爱粉啊，老牛都祝你天天开心快乐，没烦恼。好了，最终呢是玄学失败啊！中秋节也是给我坑了20000多钻石啊！那抽了这么多个号都是20000多钻石出，我严重怀疑那些说10000多出的小伙伴是骗我开心的吧？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。